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净行品啊，知说菩萨问，别问行所成德，有十段文，前面已经讲过七段，现在是讲到第八，死亡净复，经文在第四页，第四页第三行第四行，云何常得天王、龙王、夜叉王、钱达婆王、阿修罗王、迦罗罗王、紧罗罗王、摩诃罗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护恭敬供养？这一段就是第八死亡净复，为这十种亡者来护持，恭敬护持这个佛法，让你在从修因正果上得到这个这个很圆满的护持。天王指的是三界二十八天。主要是指的欲界第二忉利天的第十天王，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的时候啊，梵王、帝释这两位是天王的大护法当中的代表者，因为大梵天王后边在十王当中第十位就列出这个梵王，而第十天王没有另外列出来，那么第一个天王里面月通轮三界二十八天的天王都会发心护持，月别轮主要指的是第十天王，因为他在佛法当中他是发心专为护持佛法的。那么当然四大天王叫做护世四王，也是护法。那么再往上夜摩天等欲界诸天的天王啊，都会有护法的这个作用。色界天色界十八天这个天王照样能够发心护法。五色界天因为他没有业报身那么纵然有天王啊，只能听到有这么一个名词，而实际上是见不到的所以在这个二十八天当中啊，以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的天王是能够显现出来护持佛法的，欲界第十天王是代表着龙王，第二龙王龙，这类众生啊，按照古书记载，俨然有这一种动物啊，但是我们以现在来看，好像是没有见到啊。那么因此啊，现代人的看法，有人就认为，佛经里面所讲的龙众，例如前面说的这个龙树菩萨到龙宫啊，这个月。华严经请出这个这个略边华严那么有人就认为这个所谓龙宫啊，就是印度北边的这个加斯密罗国这个东北边就是靠近喜马拉雅山那个山下有一个龙族是人而他是属于龙种那么在印度也称为僧多人那么这些龙族他的种族啊跟这个西藏一带的这个人有点相似，所以一直到现在也还保持住有这个龙族的人，那么现代人就用这种的方式解释，认为这个所谓龙到龙宫，那么就是指的那个龙族那边有大乘佛法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不必去深究
那么不过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天龙八部的龙啊，可能是指的畜生道之神，畜生道的神，因为龙它能变化啊，能变化的就是不是普通的畜生了，所以它是可以说就是畜生道的神类，所以也不受归于人类，可见它是属于呀、啊、神类的一种，是畜生道之神吧？啊，这是龙。第三，夜叉啊，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劫疾，劫啊就是很迅捷很快，疾就是快啊。就是它飞走的非常之快啊、嗯、那么在神道鬼神当中啊它是走得很快的啊、有三类，有地形夜叉，地面上行走的，有空行夜叉，在空中飞走的，有天行夜叉，在天上啊走动的，所以这个比丘出家人呢沙弥去登比丘坛受比丘戒的时候啊，那会使魔王恐怖啊，就是由夜叉提倡的理念，所以比丘翻成中国话里面有三种意义，其实不魔不恶，那个不魔就是他登坛受戒的时候地行夜叉就啊这个护法的懂得佛法的，他能够护持佛法的这个地行夜叉就向空中悬唱说，某某地方有善男子某某发心出家现在登坛受戒，将来就会使天人增多啊，魔众减少那么因此这个声音一直往上传，地形夜叉传唱，然后空中夜叉听到了又往上提倡，那么传到这个天行夜叉，天行夜叉一直往上传，传到这个他化自在天，欲界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魔王波旬呢听到这个话他就害怕了那么他的眷属啊恐怕又会少一个，所以他就生起恐怖之心，会使魔宫震动，魔王恐怖所以因此比丘叫做不魔那么这就是由夜叉玄唱的力量使魔王知道人间有某某人发心登坛受戒出家，将来要超出三界那么这是夜叉中他有许多发心护法的，夜叉有夜叉王天有天王，龙有龙王，夜叉有夜叉王。第四，钱大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寻香，寻找的寻啊，吹啊香就是这个香味的香为什么叫做行香呢？据说这一类神道的众生啊，他的饮食就是以香为食，他闻到香就饱了，他喜欢吃香那么他是以香为滋他的五蕴身心的，所以因此他的名称就叫做行香。钱大婆，这就是欲界第二桃李天啊，第四天王的月神唱歌照月的月神第五，阿修罗阿修罗啊，他在六道里面是六道之一，三善道天人阿修罗实际上阿修罗他是个善恶两种都具备的，他也修善法，肯布施肯修福，但是他共高我慢极度好胜，喜欢斗争，这是他的这个不善的地方不好的地方。那么因此他善恶交缠呢，他有这种的业因升到阿修罗道，所以阿修罗翻成中国话叫做飞天，飞天不是天人。为什么叫做飞天呢？因为他有天人的福德，没有天人的地位
所以有天的福报而没有天人的地位啊，称他叫做飞天。阿修罗的享受跟天人一样，但是他一天有三次要吃苦的，他每天有三次的时间，就是假定说是白天像我们吃三餐饭一样吧，这个三次就等于我们吃饭的时间呢，他就会有这个刀剑之类啊，那些武器兵器伤身之类，从他的头顶进去，自然进去，让他吃苦，然后从脚底出来，一天要吃这三次苦，所以这就是他这个贡高的刀，我慢枪，那么极度好胜的那一种的果报，遭受到这种的苦恼，一天有这三种的三次的苦恼，所以他有天福而没有天威啊，他要吃这种苦头，就是由恶业所感。楞严经里面说有四种阿修罗，有胎卵石化，化身阿修罗力量最大。这个化身的阿修罗的阿修罗王啊，他经常跟天人斗争，想要争夺欲界天第四天王的地位，甚至严重到他想要争这个世界诸禅天大梵天王的地位，所以经常跟天人打仗。那么阿修罗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就是男性的阿修罗啊，都是长得很丑的，那脸就是跟鬼一样，很难看，这个青脸獠牙，很可怕的现象。天人这个阿修罗的这个男性都是很丑，而阿修罗的女性非常的漂亮，美得不得了。据说陶立天王第四天王的夫人呢，摄子，就是这个阿修罗王的女儿，那么因为这个阿修罗的女性特别漂亮，而男性特别丑，这个就是他的业报所感了，一个人如果嫉妒心或者是好胜心，贡高我慢心，那个外表表现出来的脸相都是不好看的，所以阿修罗的感报男性脸相都难看，那个女性长得美丽，原因就是她的福德因缘所感，福德修福啊，布施人种种的福德，她肯助人肯帮助人啊，她肯这个修福德，这个所感的果报所致啊，所以这是阿修罗中，阿修罗也有发心扶持三宝的所以在八部里面阿修罗众其中之一，他能扶持三宝，这是约信奉三宝的阿修罗众说。有些不信三宝的好像我们人间的人呢，有信佛的有不信佛的情况是相同的。这是第五。第六，迦罗罗王，迦罗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金翅鸟，金翅鸟，这等于我们中国的古代所说的这个庄子里面说的那个大鹏鸟啊，大鹏鸟。据说那个大鹏啊，它在空中这个两个翅膀一张开来，把整个天都遮掉了，人间都黑暗了，太阳都照不到了，有这么大的鸟。而这个金翅鸟也是非常的大的身体，按照这个经论里面所记载啊，金翅鸟它是以龙为吃的，它吃龙的，那么这个龙啊看到金翅鸟就害怕了，因为它会遭到伤害，那么据说佛在世的时候金翅鸟经常要吃龙子，那么龙王啊就向佛要求啊，他说师尊呢，我的子孙会被这个金翅鸟吃光啊，你大慈大悲也帮助我救救我的子孙吧。释迦牟尼佛就说好吧，这个金翅鸟他要吃你们的龙子龙孙，那我给你袈裟，就是佛穿的那个坏色衣啊，袈裟，把佛穿的袈裟，他说你把这个袈裟拿去，每一个龙啊撕一条绑在它的脚上头顶的这个杠绑在那个地方，那么金翅鸟它就没有办法，就不能吃它了，吃不到了。那么这个龙王照做啊，
这个龙子龙孙都带上佛的袈裟了，就是纵然一条线呢、啊，也会发生这种的功能，金翅鸟就抓不到它。结果这个金翅鸟饿得半死啊，没有东西吃啊，因为它的饭呢、啊、被佛断掉了，因此金翅鸟也就向佛要求了，他世尊呐、啊，那你慈悲龙怎么不慈悲我啊？我们没有东西吃，我们会饿死的，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你没有吃素。啊，跟我们吃饭，那我叫我的弟子们呢、啊，每天吃饭的时候分一份呢、啊，给你们吃。但你们的饭怎么够我吃啊？我就是一个金翅鸟吃一条龙还不饱呢，你那一点点饭我怎么够吃？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看啊。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人吃饭呢、啊，中午都要出食啊，把这个饭粒送出去，就是上佛的这个所说的咒力啊，变成无量无边。所以这个中午出食的时候就念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狂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那么这三类的众生都是由佛事先规定的，佛弟子出家人吃饭的时候分一份给他吃，所以出家人这个念供养要出生啊。现在不够堂吃饭了，就大殿上念供也是一样的，要送一份出去，就是藏佛的这个威力，让这些金翅鸟都得饱满，免之饿死啊！这是按照经里面的记载啊，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迦罗罗金翅鸟皈依三宝之后啊，他们也有很多扶持三宝的，这也是出生到禽类之神，禽类之神啊。第七，紧罗罗，紧罗罗王。紧罗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疑神疑呀、啊，怀疑的疑啊。为什么他会叫做疑神呢？这一类的众生啊，他的身体跟人一样，有头有手有脚，像跟人完全相同了啊。但是很奇怪的，他的头上啊，中间这个头的中间长一只脚，叽叽嘎啊。是人像，而这个地方这个额头上面长了一只脚，叽叽嘎，哎，那么人一看见了，看起来像人，可是头上有嘎嘎啊，头上我有这个脚，哎，究竟他是人呢，还不是，是不是人？一看到会升起这种怀疑之心啊，他是神道会变化的啊，但是他头上有脚啊，有嘎嘎。那么人看到都会生起怀疑之心，究竟他是人呢还是非人？这因此就叫做疑神，这是因为他的形象，人家看到会怀疑，而建立这个名称叫做紧罗罗。紧罗罗也是个照月的月神，第四天王的月神啊，他的音乐啊非常的好听，好听的不得了，就是老修行听到他的音乐啊，都会跟着唱歌而跳舞的。大藏经里面的经藏有一部经名称叫做大寿紧罗罗王所问经，紧罗罗王的名称叫做大寿啊，就是我们这个寿魔的寿啊，叫大寿紧罗罗王。大寿紧罗罗王所问经这部经里面啊，有说到啊，这个大寿紧罗罗王啊，他会照这个琉璃琴，琉璃去做的琴啊，琴啊，他会弹琴，他这个琴声一弹啊，好听得不得了啊。听到他的琴声的都会跟着唱歌，听到他的琴声的都会跟着跳舞跳起来的。那么这个大寿紧罗罗王经开头要讲的时候，这个大寿紧罗罗王来啊，来要来灵山见佛的时候啊，他边走就边弹琴，弹他的琉璃琴。哎，他琴声人还没到，紧罗罗还没到啊，这个声音先到了。他这个声音一到这个佛的法会之中啊，所有的天人听到都在唱歌，跟着跳舞了，跟着他的歌声跳舞。不但如此啊，慢慢的、啊、
结果那些阿罗汉佛的弟子们1250人，那些阿罗汉也支持不住了，也跟着都跳起舞来了啊！那些阿罗汉穿着袈裟在跳舞，都好看啊！哦，好看得不得了。可惜现在没有这种电影啊。不然那些一般阿罗汉、比丘众都跟着听到他的琉璃琴的音声都在跳舞啊。最奇妙的，头陀第一的摩诃迦叶，迦叶尊者，他是头陀第一修头陀苦行的，他一向都是很严肃的、很规矩的。这一天呢，听到这个金罗罗王的琉璃琴啊，他先跳起来了。哎，摩诃迦叶也跟着在跳舞了。啊，这个跳的好像是这个整个灵山会上所有人都听到这个琉璃琴都在跳舞啊，简直是怪极了。那么当时有一位菩萨呀，叫做天冠菩萨，天冠戴在头上的那个天冠的天冠菩萨，这是他的名字。天冠菩萨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问那些阿罗汉，哎，你们是个老修行哎，你们一向是少欲知足啊，精进用功啊，很严肃的，怎么今天你们都跳起舞来了？那些阿罗汉就答复说，我并没有心要跳舞啊，我们就是听到那个金罗罗王的琉璃琴的音声啊，我是没有办法支持，这自然而然他就跳起来了，我是无心而跳的，我没有这个跳舞之心，我也没有唱歌之心，可是跟着就跳起来了，莫名其妙的跳啊，这就显示这个菩萨的这个神力啊超过阿罗汉多多了。那么然后这个天冠菩萨又问这个摩诃迦叶，哎，迦叶尊者，你在佛弟子出家众当中你是最严肃的，而且你是个大阿罗汉，你是头头苦行第一的，你是持分少一的，那你今天为什么听到琉璃琴的声音你也跳起来了？他说，我是无心啊，我也莫名其妙的跟着跳啊，我不想跳，可是他偏偏要跳啊，压不住的，没有办法。可见这个世间的声音啊，声音的魔力有多大，有多大啊！就是摩诃迦叶听到金罗罗王的琉璃琴声，都要跳起来，都跳舞啊。那么这个《大受金罗罗王经》里面有啊，一开头的序分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为什么呢？经文里面说呀，大受金罗罗王啊，是八地菩萨示现的。那个所谓大寿啊，各位听过法华经啊，法华经里面的这个药草玉瓶里面的三草二木，那个二木啊就是大寿小寿啊，大寿就是比方大菩萨呀，所以这个大寿金罗罗王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位八地菩萨，不动地菩萨，十地当中的第八不动地菩萨啊，为了要行菩萨道方便是现在金罗罗众里面做金罗罗王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大寿，大寿金罗罗王就是八地菩萨示现。那么八地菩萨造起来的琉璃琴，当然要使那些阿罗汉都要跳起来了啊。所以这个金罗罗他是第四天王的乐神啊，他会造乐啊，他的乐音非常的微妙，里面他会说法。他的这个情经里面有的时候他说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有的时候显现出菩萨道上这个自行化他舍己利人的道理所以他也是照月当中啊显现出佛法，他如果不是菩萨示现就不可能有这种的表现了。所以金罗罗王既然大寿金罗罗王他都是菩萨化身，那么金罗罗众里面呢当然护持三宝的就很多了，所以这十王当中有这个金罗罗王。金罗罗我们平常也称他叫做金罗罗王菩萨而且在佛寺丛林呐，这个厨房
丛林的这个大寮就是厨房啊，厨房都会供养这个紧努罗王的像啊、现在一般比较难看到了。我从前在狮头山，狮头山圆光寺就啊、他这个斋堂里就供一尊这个紧努罗王的像。为什么紧努罗王好像灶神一样供在厨房里发生这种的情况呢？他为什么会跟这个厨房拉上关系呢？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这么一种传说啊，说是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大丛林里来了好多的强盗土匪啊，要抢这个寺庙啊，那么里面所有的出家人呢、啊、大家都啊没有办法对付他啊，那么这个相当严重的情况之的时候啊，很危急了啊，看看这个寺庙我要遭到这个强盗土匪破坏了啊，厨房里突然之间现出这么一个神人来，头上戴角，手里拿着这个锅铲煮菜的这个锅铲呢啊，就这个煮菜用的啊，那个拿住锅铲呢，就一铲就把那些强盗土匪整个把它铲出去了，一铲就铲掉了啊，那些强盗土匪啊，就好像锅里面的这个菜粒子一样啊，好像豆粒一样啊，他怎么一锅铲一铲，通通都铲掉，通通就要掉出去了。哦，这个寺庙得救了啊！大家感谢这位的啊菩萨示现。等到把这些强盗赶走之后啊，看到这个头上戴角的神，就跑到厨房里去。啊，拿出锅铲跑到厨房里去，哎，突然之间不见了。啊，那个方丈和尚知道这是紧努罗王，紧努罗王示现扶持我们的这个常住的这个所谓相继厨。从此之后啊，佛寺里啊这个厨房就跟这个紧努罗王拉上关系了啊，都供养这个紧努罗王。啊，原因就是他在扶持常住啊，而且他是事先在厨房里拿住锅铲把这个强盗土匪铲走了，有这么大的威力啊，所以这个佛是供养紧努罗王有这么一个原因啊。甚至从前呢台湾一般寺庙这个念供上供的时候，最后啊还要念一句这个紧努罗王菩萨啊，原因就是从这里来了啊。不过现在按照这个上供的规则啊，就是后边呢并没有一句这个紧努罗王，就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现在上供也不念这一句啊。那么有些寺庙也许还有供养啊，我们这里没有啊，那么因为也不给他锅铲了啊，那么所以啊，我们平常这个有些地方现在是没有把这个原来的传统的习惯呢把它流传下来，慢慢到最后啊，这些恐怕都要失传了啊。那么恐怕这一类故事知道的人很少啊。那么讲到这里，讲到紧努罗啊，就把这些都搬出来了啊。紧努罗由紧努罗王领导很多紧努罗众来扶持三宝，摩诃罗伽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福行，福八斗八斗啊，大福行这是也是畜生道的神呐、啊，就是大蟒神蟒蛇呀、啊，蟒蛇，因为他不用脚走路啊，是用这个腹部贴在地面上走的，所以叫做大福行啊。那么这个摩诃罗伽本来就是属于这个龙蛇之类的这个畜生道的神道众生啊，那么他也有很多发心护法的这类神中，所以摩诃罗伽是大福行也在八部之一，就是八部的第八摩诃罗伽中。摩诃罗伽有的时候啊也帮助紧努罗啊做他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摩诃罗伽在八部里面也是其中之一。这以上啊八类就是八部，平常说的天龙八部就是这一类啊。不过另外有一种四王八部啊，四大天王每一天王领两类啊，
就是叫做四王八部，那是另外一种其他经典里面的说法。现在就根据这个天龙八部的次序排出这个八部的名称来。第九人王，就是人间的王者了。佛在世的时候，例如摩揭陀国就是频婆娑罗王啊，交叉罗国就舍卫国就是这个波斯匿王啊，乃至当时印度有十六个大国啊，各个有王，那些王者差不多都是信奉三宝、都做三宝的护持的这个王者，所以人王护持。佛临江入灭的时候，把佛法交代给这个国王啊，国王大臣来护持，因为王者如果信佛呀。一国之主如果能信佛护持三宝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佛法自然就兴隆起来了。看我们中国历史也可以知道啊，我们中国的历代的那些地主皇帝假如帝王信佛呀，当时的佛法就比较兴盛的，就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古代帝制时代呀，佛法你教化众生啊，第一就是先教化国王，假如帝王相信了，那就可以呀、带动全国的人都对佛法升起信心啊。所以在古代帝制时代啊，王者信佛对佛教的扶持帮助是非常大的，不比现在民主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啊。那虽然如此啊，假如一国之主是个佛教徒，是信奉三宝，帮助也是很大啊。这是第九人王。第十梵王，就是大梵天王了啊。色界初禅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大梵天就是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梵，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净，清净的意思啊。为什么色界初禅天叫做梵天呢？因为欲界有五欲，有男女性别啊，到了色界天初禅天就没有了，没有五欲，没有男女性别，通通都是丈夫之相啊，都是相同的身份，没有这个男女的性别。那么因此到了色界天呢，都是清净了啊，没有这个世间的欲落啊，就是清净，所以到了初禅就称为梵天了啊。那么这是十王啊，这个十位王者实际上是总包含一切王者来发心护持三宝啊。但是要怎么样的修行才能得到这些王者来护持呢？云何常得？云何就是疑问词。常常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从因治国都由这个十王的尊重护持啊，所以叫做十王敬护。真正发心用功修行的人呐、这些护法他都会发心来护持的。各位知道元朝的时候啊，有一位高峰圆妙禅师啊，高峰庙，圆妙是他的名字了，他住在高峰啊，人称他叫做高峰妙禅师。高峰圆妙禅师他参禅了，他下死功夫啊，他到了一个很高的山，山的悬崖呀，山的悬崖，例如这个绝壁的悬崖，这个山峰，这个悬崖的最高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石啊，石洞样子啊，可以住一个人的地方啊。前面就是深坑，几万丈的这个悬崖啊。他为了要下死功夫，恐怕分神啊，那么用功用不好啊，他就到这个万丈悬崖的上面啊，最高的地方啊。这个一个石崖的下面的一个悬崖，只可以坐一个人，他跑到那个地方去打坐。那么他就心里下这一种决心，
你绝对不能分尘，这一分尘摘下去就没有命，就无福而哉。因为万丈深坑呐、啊，悬崖很深呐、啊。假如他真能做一个人呢、啊，后边没有地方了。假如一分尘呐、啊，就会摘下去了，就没有命了。所以他下死功夫啊。那假如我分尘了啊，没有开悟之前绝对不准分尘，一分尘就要摘下去就没有命啊。这真是死关呐、啊，啊，要过这个死关。人呐、啊，不是铁打的。做久了无论你怎么样坚持他总会分层的，不可能不会分层，不会说是不想睡的，不可能的。他做久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把持了，一分层栽下去了，翻过筋斗跟斗就栽下去了。栽到半壁的地方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手啊，很大的手拖住他，把他扶起来，又扶到原来的这个悬崖去了。哎，又上来了，并没有栽下去，没有栽下去。回来到悬崖，他就问了，望空问了，是谁来借我的生命啊？谁救了我啊？请你报出姓名啊，让我报出这个报恩之心。他说我是护法，维陀天将，我是护法啊。我没有请你，你怎么来扶持我的法呀？因为你老修行，你这么发心用功啊，你这个心念一动发心用功啊，所以我就站在你的身边扶持你了，怕你栽下去啊。万一你栽下去，我不来扶持你的话，那你修行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来扶持你。哦，这个时候高峰圆妙禅师心里想，这个没关系了，现在栽没关系，反正栽下去有人接住嘛。这个心念一动啊，维陀菩萨就说了，你动这个念头，我五百劫不复你法，我也走了，让你去栽吧。这个念头一动，你去栽了，我不复你的法，我也走了。你动这个念头，你要栽下去没有关系，反正有人复。好，我不复你的法。这个高峰妙禅师这个时候又很失望了，我希望他来扶我，他偏偏要走，这怎么办呢？不管了，反正我得下死功夫，继续做。做了一段时间又栽下去了，栽下去又是一个大手把他扶起来了。你是谁呀？他说我是维陀。你不是说五百劫不复我的法吗？为什么又来了呢？他说你那一念坚决要继续打坐的心就超过五百劫了，所以我再来了。懂不懂啊？谁敢发心去做这个悬崖的死关啊？我看是没有人敢动这个心的，历史上也只有这个高峰妙禅师一位。后来他真的开悟了，成为一代祖师啊。中峰明本就是在他座下开悟的啊。所以高峰妙禅师的那种的下决心修苦行啊，有这个护法维陀必定要来扶持他，所以有用功真修行人不怕没有护法，他也没有雕塑这个护法的像啊，根本他一个人坐在悬崖，他照样要护法。只要你发心，护法就到不要说是要你怎么样去要求他，只要你真正发心用功修行，护法就会来扶持你的。这所以这个十王经常来恭敬护持，让你这个修行啊能够得到很平顺的达成你的用功修行的目标啊。这是第八，十王敬护。第九，能为饶益，能为众生做逢饶利益的事情，这个目标就在利益众生，使众生得利益啊。先看住经文。缘何得与一切众生为一、为救、为归、为去、为聚、为明、为照、为导、为圣导、为普导？这叫做能为饶益，就是第九端这个为字。他的意思本来就是为了，
为济众生的为啊，但是呢，在我们念的时候啊，如果每一句都要用这种为的声音来读啊，觉得很辛苦，所以还是照那个原字念，但是意思你要知道，就是为众生作揖，为众生作救护，为众生做归头的地方，为众生做这个啊具象的地方啊，为众生做大明灯，好像一个大炬，炬啊就是火把了。从前没有电灯，点火把啊，好像一个大火把啊，光明照耀啊。为明就是为众生做光明照耀啊，使众生破暗。为照就是照耀众生。使他得到第一在众生心中晓得回光返照能够断恶修善，第二以光明照耀使他道业增长，菩提心增长。为导，导是领导了那么怎么样子领导众生使他能够断恶修善，去向涅槃甚导，为圣导，有殊胜的领导者，比前面的普通的领导者更高一级。圣导为普导，普遍为一切众生领导者不是为一位两位就是为一切众生做这个领导者这十种的饶益的意思这是八十华严，六十华严的文字稍稍有不一样第一个为一呀，六十华严叫做为色，色色泽的善色黄色的色那么其他大致相同就是为照，它叫做为灯其他大致相同。不过这十样啊，在八十华严的后文十回向品，十回向品呢十回向品的第一回向，第一回向那一张文字里面呢有详细的记载，详细的说明所以这个十回向章的第一回向章它是这样写的，我当为一切众生作摄，令免一切诸苦事故。按照后文呢第一还是摄，这里叫做一，后文叫做摄一是依托，就是说做众生的依靠怎么样的依靠呢，就做众生的善友这个清凉国师的注解说，所谓为一呀，就是为做善友，为众生做善知识，领导众生嘛，就是要做众生的善知识。而后边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称作叫做作摄这个摄呀就是依靠的地方啊，假如一个人没有房屋住，不是很辛苦吗？有一个房屋给他做依靠使他免离这个风吹日打风吹日雨打日晒的那种辛苦，免除一切诸苦事所以后文就是为众生作摄，免除令免一切诸苦事故能做依靠做善知识，也是使令众生断恶修善，也是使他知道这个免除苦事第二的为救后边的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是这样写的，做富，永富的富，富持的富悉令解脱诸烦恼故，使令众生能够断烦恼，救护他，帮助他，使他断惑正真救是富救富是连珠的那么后文叫做富，这里叫做救，用意是相同，救富第三的归是相同的，后边的回向文叫做作归皆令得离诸不畏故，使令众生远离这个恶道里面的恐怖怕畏所以做这个皈依归头的地方所以他前面的作摄，这里的作皈，就是等于是皈是依靠的地方了，就是远离恐怖得到依靠第四
捉去，去向的去，这是相同了。捉去就是令得自于一切自故，使令众生能够去向无上菩提。所以呀、清凉国师这里的解释叫做令去菩提，就是跟后文令得自于一切智的意思相同，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那么第五啊，这里有捉句啊、但是后文呢也有句，但是句的前面有捉安捉明，然后才捉句啊、捉灯捉导师捉大导师，这是后文啊、显示这个真正的内容啊详细在后文，详细在后边十回向品的第一回向章。第一回向那一章文里面有详细的解释，就是菩萨道要利益众生，怎么样是使众生得到佛扰的利益，就捉啊捉依捉归乃至捉普导等啊，这就是做众生的依靠，这是第九啊。那么第九的文字显明呢、用不着细讲啊。那么就下面第十超胜尊贵，第十超胜尊贵的文字啊，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啊，休息十五分钟再讲啊，向后。